真挺丑的，这个太丑了。这把细节拉杂了，应该没了。哎，怎么没？说话声音盖住，知道吧？
级求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求稳求到家了啊！你看我在那个中最后那个进道之前，我都杀停了。杀停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没关系啊。你看，各位随便跑，能到终点算我输。这句话应该是不是应该由我来说啊？哎呀，零二没了。感谢倭寇舅舅送一个饭堂，感谢虐恋送出的一张饭堂。这是82还才58，你以为58这么好跑啊？58不仅要没有失误啊，所有细节全部要做到非常非常。58没那么好，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。个人实力很强啊，实力很强啊，这个人实力很强，应该是某一位国服选手啊。没遇到刚刚那个人，
我靠！不是这样都差点掉下去啊！这个没，这个本来不就不应该这样子掉，应该差很远的。我差点掉下去，我掉下去指不定就要被追。是不是开微加速了这平板？我可没开微。我的妈呀，真的是这太离谱了，我靠！啊哈哈哈哈！我这是零啊！哈哈哈，三八没了，哎呀，提升的好快啊！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那个屌毛现在感觉比他妈饭桶要厉害一点。之前他妈菜的抠脚那个逼。失误06.8，屌不屌？强巅峰赛，兄弟们，分不低，百强巅峰赛不会低的。
哎呦！他这张图练了跟没练一样，我操！职业选手现在又不打，妈的压迫感。哎，你这个车不会没改吧？哎，他这个车没改。没改，没改，没改。哇，他这车没改。要么就没改满，兄弟们，要么就没改满。但没改，看这个程，我去看一下啊。他这个车反正开的是不对劲的，走稳能有这种失误吗？约职业选手单挑，我肯定是尽可能的，能约我就约的，我也想约啊，职业选手单挑收视率高啊。
平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02.5，快不快？